近日，伊斯汗更与卢俊山婚礼请柬曝光，传出将在12月份举办婚礼。结婚的消息传出后，卢俊山在出席活动时让媒体和网友朋友们等候他们官宣。12月9日，有媒体拍到了卢俊山去探班韩庚的画面。当天，卢俊山身穿黑色羽绒服，扎着马尾，而韩庚则是在剧中的装扮，卡其色的大衣，梳着大背头，十分的帅气。在片场，两人不停的互动，看来婚期临近，两人却越来越甜蜜了。接着，卢俊山与韩庚在片场对着手机说的话，两人看起来是在商讨某件事。卢俊山说完之后，韩庚又接过手机继续说，难道是为了商讨婚礼事宜吗？从两个人共用一个手机对话来看，这两人早已开启了老夫老妻模式，相信婚礼也只是一个仪式而已。据悉，此前网上曝光一张疑似韩庚和卢俊山婚礼请柬，婚礼定于12月，请柬里附有几张卢俊山贴面亲吻韩庚，两人亲手甜笑的照片，看上去十分幸福。